我是大盈李老师，我心目中的赞好校园呢是充满着笑声的。我很希望呢老师和学生之间呢能够多一些沟通啦，我们未必说是为了要去改变对方，而希望能够透过沟通可以呢找到大家彼此理解的地方。我相信这样的话，一个赞好的校园就能够充满着微笑。